片段出来，就是可以跟上那个读者吗？哦，对啊，就是他另外的。对。是吗？我偏好。就在。对，小时候。有些技术问题，我们现在在排解中，所以就稍后再开始。大家好，我叫做侯蔡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写萨语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与萨奇拉雅族语言附赠。那在我开始前呢，先播一段影片，让大家对萨奇拉雅语的维基百科有比较多的认识，这样子。超出的界面。
转换成萨奇拉雅语的版本。为了克服不接近翻译的困难，由陈玉兰、叶朱君两位老师以及我共同进行了这项工作，最后再由我来完成最后的确诊。今天开始说，就从我一般的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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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还发生了爱手源代码的事件。这段期间，在大语音中心积极的协助处理了爱手源代码。
萨皮达基拉米嘎古乌拉亚嘎古阿耀努瓦鲁艾阿米扎艾伊代巴米萨扎拜读爱读原住民族巴苏巴奈爱读巴希尼爱阿高旺阿耀努里马艾阿米扎艾台大嘎古伊嘎林古东华大学民族大读原住民族学院读博士在喊哈盖维纳阿歇勒阿耀努杜萨艾班尤阿米哈扎艾马里纳杜杜嘎古米高瓦杜巴勒嘎赖杜嘎木努萨提达亚德拜努比高瓦嘎杜库古嘎丁能艾杜嘎巴海阿比纳扎旦阿达德茂亚达古萨祖玛艾阿滚布艾扎阿德米阿乌祖玛阿巴瓦本嘎古伊达姆万杜扎扎艾阿巴巴拉蒂阿杜维基皮迪亚阿滚布伊高瓦阿古拜德米阿德米萨扎拜杜比纳扎旦阿达德茂乌萨巴拉基艾阿达德茂萨基努瓦瓦旦欧古木乌努瓦塞旦海米亚阿米巴南岸吉米扎岸埃扎阿米赫扎岸伊玛艾阿布拉那马拉伦吉米扎莱哈马杜莫斯古奈巴鲁祖艾阿里巴哈吉米扎尼嘎努埃扎艾杜米高瓦萨巴勒嘎尔杜嘎木亚达古比嘎里德木杜米德南奈扎艾嘎巴勒苏古奈巴鲁祖艾阿嘎嘎吉汉西萨米巴勒德嘎古阿杜吉米扎阿努阿耀马布隆米苏利杜扎在迪伯杜赖阿字典马伊丁阿达嫩麦蒂阿达嫩米希玛吉米扎岸米杜勒斯杜高瓦巴布杜斯杜嘎木努萨基拉亚米杜达瓦吉米扎岸萨巴嘎恨杜乌吉伊玛西扎在嘎吉嫩伊玛阿布拉杜亚德米阿阿吉恨古萨吉布代杜玛萨苏阿吉尼嘎乃该蒂尼阿迪迪爱阿滚古岸马吉阿古亚巴巴拉蒂达哈吉古阿米纳纳萨嘎努阿亚麦蒂西巴瓦西巴鲁祖吉米扎扎艾嘎德勒米苏利杜维基皮迪亚扎亚杜嘎达用门阿嘎瓦阿马丁嫩米用读电脑阿杜网路桑拉勒罕古米德嫩杜高木努米纳扎旦努瓦塞旦马林阿杜马拉盖米纳纳杜罗马拼音迪洛米德嘎巴布林杜米巴布林安努马萨嘎巴海吉米扎岸杜米苏利旦乌乌兹给录了啥都，一张古马萨嘎巴海巴苏巴纳吉米达爱伊沃的米苏利，萨德米德米阿萨伊沃的米苏利，达南约古米苏利旦尼达杜嘎木努米纳扎旦阿拉马巴旺，巴达拉布伊米苏巴根。萨杜吉古赞马丁嫩杜吉尼赞嘎格鲁勒萨以桌上型电脑米苏利杜维基皮迪亚阿耀杜扎赞阿米哈扎岸杜萨爱阿布拉马布隆吉尼赞杜马萨嘎古海阿扎德茂米扎盖杜 iPad 马丁嫩扎赞杜巴鲁杜米巴斯利读 iPad， 米苏利读 Wikipedia。那马拉盖大萨，摩嫩读喜马拉赖，米苏利读吉尼扎。伊乌玛，巴罕汉豪萨米苏利读外，德米阿的希纳米苏利，苏利萨萨马比读外，希纳伊德班阿扎努拉比，穆勒嘎米苏利。乌比苏达代尼扎马纳木阿扎
伊 Wikipedia 秘书里读干木努萨提拉亚。维拉萨啊，米巴当读米图达在尼达秘书里读巴盖尼亚伊萨巴鲁海啊，毛毛万。今年在啊读米图达在马布隆米亚里读火影忍者啊应该。马格纳斯啊萨杜迪安。马达德尼勒杜努杜杜马爱啊嘎木啊希达安巴布林迪亚啊达杜顿萨，潘扎哈盖在嘎丁嫩吉尼扎杜马马马万努日本，奈海伊巴伊巴达达杜杜古拉尔尼嘎乌蒂阿德阿德米尔，哈盖在嘎丁嫩吉尼扎杜漫画哈奈奈奈巴鲁爱尼达吉嫩。啊，提达蒂，尼加米扎萨马顿顿，米萨阿巴勒杜巴鲁哈啊米拉亚杜，奥耀努米提达代尼扎，在海乌萨提乌塞达吉尼扎。那现在我就先播放一段我刚刚讲的那一段故事，就是五月底，今年五月底我最后一次和黄建文老师碰面的时候，那时候我请他讲一段，用主语讲一段话，就是鼓励我们年轻人可以也一起加入学维基百科的行列。那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虚弱了，可他跟我说他只是感冒，他也以为他只是感冒，然后结果一个礼拜后他就去住院，就再也没有出院了。那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当时其实是很舍不得的，可是也还好，就是那个时候有留下一段话，能够让我们的后继也能够继续他的精神。那我现在就把那时候黄建文老师用主语讲的一段录音播放给大家。还是那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点接触不了，一直跳。安扎萨杜，本来那个今天要站在这边的应该就是黄建文耆老这样子，那我想他今天应该也还是有以某种形式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在现在这个空间。那我希望他听到我今天的主语，不会心里面觉得太尴尬这样。阿玛纳嘎巴鲁祖尤塞当，安扎萨杜阿杜阿古埃杜古穆达嘎木。读 Wikipedia 哈奶奶 ，Wikipedia 杂爱噶杂在伊嘎嘎比爱米苏里阿达嫩 ，Wikipedia 马布隆古比奥兰
米苏里加阿西和吉，乌马萨高巴海米南南杜巴巴拉吉，乌巴巴拉吉阿杜巴巴拉吉马当的尼尔，乌马萨高巴海阿杜马萨高巴海马马巴鲁。沙吉古代杜巴巴巴达树杜维基皮迪亚，巴嘎迪嫩杜吉达吉代。杜尼苏里丹努米达乌萨基拉亚阿嘎木。那接下去，因为我会讨论一下主语附赠跟维基百科的运用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就要用中文比较好去解释用比较现代的题目这样子。那就跟刚刚影片中有稍微讲过的，就是我们是在5年前左右就开始在维基富裕场当中进行覆盖工作，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终于成为台湾第一个南岛语的正式的维基百科语言，在去年11月的时候正式上线。那我想很多其他的小族语言在维基百科富裕场中奋斗应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在正式成为语言正式语言之前已经有将近3600多条的条目在富裕场里头，所以这个工程是怎么完成的，很重要的其实就是书写者是怎么组织的。那我们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应该就是也是很多小语也在使用的方式，就是我们是由年轻人去做中文的书写，就是先去把而且是这个中文的资料不是只是复制贴上的资料，它必须要能够用比较口语的方式能够去比较不会产生解读的歧义性的情况底下，把这样子的中文书写出来之后和耆老讨论，让耆老能够再把它转译为族语的部分。那如果耆老可以自己做书写，那可能就会请耆老做直笔的书写，如果耆老没有办法做拼音的话呢，就是年轻人要去做听写，然后最后再进入到维基百科的后台上面去做上传。那慢慢的可能就会有独立的写者出现，像黄静文老师他就是一个克服了非常多难关而可以独立书写的老人家，他必须要先学会拼音，接着他要学会电脑，接着他要学会上网，接着他要学会维基百科的操作。那再来年轻人的话，主语能力比较有限，所以可能会使用模板的方式，就是例如说选择一个大主题，例如说植物，那接下去就是写跟植物相关的条目，所以很多的词汇语句可能可以是重复的，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去产出更多的主语来。那见面词的部分刚刚在影片中有讲到，因为这其实就是最跟现代生活还有科技最相关的部分，因为它里头有非常多的操作性的动作不是在生活中会发生的，所以我们的方式是另外成立一个翻译小组，就是由从事比较现代的工作的耆老也就是母语者能够来做见面词的翻译这样子。那在后期就大概是2年多前开始，我们有一群就是专门在做族语学习跟传承的年轻人还有老人家，所以他们每天就是不会一段时间出来去做维基百科富裕场的书写。那所以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族语学习跟维基百科结合的一些经验。在一开始我们都会想说啊，那就是直接把中文直接翻译为族语，可是这样子的中文直译它会在学习的初期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中文的我们用中文思考然后谈论现代的事物的时候，其实会产生非常多需要和老人家解释的事物，那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那个中文会阻碍我们使用族语沟通，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做族语的学习。那再来就是说为了要去诠释复杂的生活而产生的主语，它其实也可能不适用主语的初学者，所以我们后来调整的情况就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语言，也就是学生的程度如果只有国小一年级，那我们就用国小一年级下学期的程度来书写维基百科，就是用学生的程度如果只有这样就比他高一点点的程度来书写就可以了，那产生出很多自由的然后形态非常不一的内容非常不同的文本处在维基百科富裕场上。但是回到维基百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说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很多是非知识性的条目，例如说它就是个人心情的抒发，个人的观点，那有很多是断简残篇，因为我在学习嘛，我没有办法写非常长的东西。
好意思哦。然后，当然书写系统也因为才在学习的阶段，而且老师也是同时跟学生一起在做学习，所以书写系统可能也会前后不一致。那这个如果是很严重的情况的话，在维基百科的开宗明义的那个 rules 上面就会说，这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是假条目或者是一种恶意的破坏行为。那虽然说我们是没有到这么的严重被这样子警告，但是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从制度面来看，就会觉得说似乎维基百科的它毕竟再怎么自由还是有它的一定的期待跟形式，似乎对语言的学习是有矛盾的情况的。那这个就是维基百科对于政治法治 orthographic practice 的要求。那其实翻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直会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翻译，而且当它还是必须要出版的时候，它要公开的时候，翻译到后来就会慢慢的走向似乎一定要求一个所谓的正确。但是既然都是母语者，为什么还会有不正确的语言？但是这样子的讨论依然会经常出现在母语就是所谓的耆老之间。那这个好像就会变成是小组语言附赠的时候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的文本已经够少了，如果不留下来就更没有了。但是要把文本留下来又要出版，那是不是又要变成又要走向一个统一性的那样子的一个争执？可是回到维基百科来看，就是反而维基百科又比其他的出版品更加的灵活更具有弹性，因为它可以随时修改。那再来就是说实在的，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使用者，我们这些小语的使用者之外，不会有其他人能够说我们写错。所以反过来说，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在内部是有非常多的弹性的空间，它可以让耆老还有学习者能够保留下来自身对语言的看法，那个学习的历程也能够被留下来。那其实文本只要经过多元的使用，就算是一篇书写的文本，它也能够再重新转变成为是可以说的文本、可以听的文本这样子，去弥补维基百科本身是一个文字的载体的这样的一个性，一个算是优势，也是一个限制这样子。那我这边就分享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是尼亚鲁，哥哥是尼亚鲁，这个是部落的意思。那因为发音地区的不同，不同的部落所以有不同的发音，所以两个拼音系统是都可以并存的。那在维基百科里头，如果我们要用 orthographic 的说法的话，可能就会不一致。可是因为我们使用者自己知道的情况底下，这两个都是可以存在的。这个是语言地区，语言发音的地区发音差异的保留。那有趣的是，想要给大家看的是这第三个，这个就是黄金文耆老他在写部落这个字的时候，他会使用的拼音法。可是我们学过语言学以及知道萨奇莱雅语书写系统的，就会说这个拼法是不合理的，因为 I 之后没有母音，他没有办法发得出来，所以好像耆老的拼音法跟语言学是冲突的。可是耆老的解释是，没有啊，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尼亚鲁，它是两音节。耆老的认知，他认为部落这字是两音节，而不是尼亚鲁。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耆老不是没有音节的概念，他有了音节的概念，但是他对语言学的片面的那个接触，让他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诠释的方法。他认为老人家绝对不会听懂什么叫做尼亚鲁，他们就是听尼亚鲁，所以他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拼音方式。所以这个字的存在，它其实显示出来的是书写者之间学习经验的差异，就是能够说出这是三个音节，然后这必须要三个音节，它只有两个音节的时候它发不出来的这一句话的，可能是学过英文的、学过语言学的，然后是透过学书写系统叫被教育史来的学习者。那而耆老他们的思考的方法是另外一种，所以这个字当它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它其实同时保留下来的也是那个世代之间的差异，对于自己的语言的思考的不同的方式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认为对于在维基百科中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因为当它今天我们要成为教材的时候，这个字是不太可能会使用的，它一定会被改为 NI。
然后 NIYZU 或者是 DU， 它不会是用 NYA 的方式存在，但是维基百科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保留下来。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鼓掌。